哇，好臭啊，好臭啊！为什么这里这么臭？哎呀，弄起塞，恶心！我怎么会掉到这个地方？衣服都全部弄脏了，好想哭。啊，对了，骨环条眼呢？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掉在这里吗？那边有个窗，过看看现在什么情况。那是什么？一堆飞碟飞进了太空站巨型的垃圾桶。飞船好像往那边排放垃圾的样子，想不到外太空也蛮遵守秩序的嘛。哇，臭死了！请注意，请注意，3分钟后将会排放垃圾，排放期间会暂时关闭处理间通道。完了，我做3分钟的时间，我要怎么办？3分钟的时间要问问题，问题很坑，好吧？惨啦！怎么办？欢迎使用垃圾处理终端机。你是否闯进垃圾处理时间？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可以打开逃生。一加一等于二。啊，对啊。啊？为什么？一加一不等于二吗？我们不能用正常的思维去看这个题目吗？不对。太阳是生物吗？对。生物需要水才能生存，我觉得我们都要说反的，不对。大便是香的，对。反正相反就对了啦。爱情能带来快乐，不能。一天有20小时，不对。人类是高等生物，不对，是不是？你确定要离开这里吗？不，什么？我看一下别的地方还有什么东西啊？还有什么可以点？不是都要选反复词吗？那个相反词啊，好像没得选呢、欸。好啦，我已经快没时间了，剩下1分多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！好，四，不需要，四，不是。不是，不是，是，哦，终于，现在为你打开逃生舱，没问题。哎呀，恶心！连宇宙尝试题我都会回答，赶紧在垃圾场排放之前爬出去吧！哦，终于爬出来了，终于。算是捡回一条命了。哇，这怎样？2颗头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好像是囚禁不同外星人的地方。看看有没有骨环条野的讯息。你有钱吗？可以给我钱吗？为什么一开口就要钱？有点饿，想吃人类的肉。你好，要跟我玩游戏吗？哦，他在这里，你没事吧？听到我的声音吗？听不听到我的声音？好像晕过去了，想办法救他出来，存个档，存起来。我们开这个给他钱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要钱干嘛？如果你给我钱，我可以帮你修复任何设备。当然，我要的是流通太阳系的太阳币。我怎么可能会有太阳币啊？如果我开这，他把我吃掉吗？被吃了，为什么要把它放出来？结局，哈哈哈哈！现在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，我只好任由他宰割，认命了。另外一个结局，好心没好报。哎，说实在的，我们只有前面三个结局玩完之后，玩了这么久才来一个 ending 呢。对，又回来了。太阳币，然后做这个可以跟他猜拳嘛？好啦，放出来跟他玩游戏好了。猜拳游戏，对啊，如果你赢我了，我就给你太阳币，这么好，太简单了。但是你不可能赢的，要挑战嘛？来，不，输了，输了会怎样？一个结局，你太菜了，欢迎再来挑战。
你们说要把灯关了，但这里没有那个灯啊！哦，要快速做切换是不是？<笑>还可以这样子啊？靠北，还有这样子搞的哦！你好像作弊了，没有没有，他没有作弊，他明明就是作弊，娱乐嘛，不要那么计较，这是太阳币耶，然后太阳币了。 好爽哦！给你，有，拿起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好人。闪亮亮的货币就像太阳一样温暖，谢你了。啊，你要帮忙啊！现在你有一次修复电子设备的机会，根本不用关灯啊。 就是要靠它来修啊，就靠它来修啦。我要怎么用？哦，按一下它就会修了这样子。好悲啊！<笑>触电，我要结局。啊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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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我觉得应该会走向会不太一样吧。没关系啊，之后再说。救他出来。坏掉的电线，拖给他。给我十秒钟。哇，他修复的方式居然用舌头舔，好猛哦、喔！然后之后再把它放回去。有，打开电灯。哦耶，成功救了他。欧晶晶，你没事吧？我现在马上来救你。头痛。头痛，你醒来了吗？呢度。这里是。呢度系边度啊？边度啊？你没事，真的太好了，因为全身都大便还爆这样子。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？如果这时候你不在我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一个人实在无法在这里待下去了。现在你没事，我真的放心多了。被揍了。你好臭啊！你给我滚开！不好意思，我刚刚被丢到垃圾场了，好不容易才爬回这个地方找你。你实在太臭，你给我滚开！哎呀，这家伙出现了。嘿，兄弟，我这里刚好有一套人类的衣服，你换上吧。哇，你这个人真 nice， 这么刚好哦。没事，因为我刚刚也差点受不了你的味道，快要吐了。谢谢你，赶紧换上吧。什么都刚好。不好意思，我之前不小心被丢到垃圾场了。你点翻嚟噶？怎么出来的？说来话长，总之是很不容易就是了。对了，你没事吧？我看到你刚刚晕倒在里面，我很担心你。我其实没什么大碍。你唔使咁担心我。不用太担心我，没事就好了。那么我们继续前进吧，看看有没有逃走的办法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哎，有太空船哎，是不是要结局啦、你看，是太空船，估计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回地球啦。哎呦 ，Yeah， 真的是太空船哎！赶紧进去看看吧，正有此意，走吧。成功进来了，连门都没有锁，很轻松就进来了，感觉很顺利。不过我们得想想办法怎么启动它。但系睇落去好复杂喎、哦，就算识得启动，你识得揸太空船咩？怎么可能会驾驶太空船啊？我们只能临时抱佛脚了，飞到一半之后被困在外太空里面 ，ending。的确冇其他办法。那不如一起研究怎么启动飞船吧。好啦，我哋一齐研究下啦。是最好是外星人的东西，你看得懂，好不好？想太多了。
按个按钮直接飞了。这边存个档好了啦。我想说要不要存动漫展还是什么之类的，苏醒那边存一下好了。太空深空之旅下篇，飞。好，现在随便乱按就对了。这里有麦克风，感觉是用来广播的。那我们还是不要碰好了，免得被人发现。怎么会有街机摇杆啊？要不要打一盘？没什么特别的。显示器。OK， 我们到下一个区域看一下。这样我可以回去哦。看一下结局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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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胡乱开门，那么开一下被空气抽，被那个外太空抽走。这是调色盘吗？你画张画来看看，我不会画画。这边居然有个迷你按钮，上面写的全是外星文字，我怎么看得懂？也对，咦，我怎么好像记得在垃圾场看得懂这些文字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可以直接按吗？嗯，好哦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按错。哎，这边居然有个按钮耶！哈哈哈哈哈哈，好爽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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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再也没有家可以回去了，哈哈！噔噔噔噔噔噔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所有地球上的同胞，我真的是不小心的啦，莫名其妙，继承了萨诺斯的威力。等一下，我再继续看一下右边有什么东西啊。哎、欸，还有右边呢，这东西越来越奇怪了。这什么？这里有一扇门，不过想打不开。我们可以进鸭子里面吗？要不我们坐这个飞船离开吧？好像不行，只能坐一个人，空间太小，那太可惜了。可爱鸭鸭，只能坐一个人的鸭鸭。好。get 那个鸭鸭有什么用啊？这游戏超坑的，你知道吗？不如我们就硬挤吧，好吧？看来这个好像可能需要什么道具才帮他挤的东西。我们等一下就按部就班的拿着遥控器去外面开门好了。对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打开，忍不住想按几下，嘿，这样子就打开了吧。哟，冲啊！啊，不是开门了，嗯，我以为门打开就可以了，但是为什么？门好像太小了，白痴吗？飞船卡在这里一动也不动，是不是我们漏了什么步骤呢？但是已经太迟了，已经没有逃生的方法了，太窄了。看来有别的方法了，这样有没有全开？然后再出去，我们要出去咯。上面这个按钮我也按过啦、啊。
你说我把这个拿了，我在按上面的。哎、欸，居然！到最好是有人会知道啊。好吧，哇，不解释下去吧。哦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顺利的离开了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飞船附近还有什么可以走。没有了，就只有这样子。然后按一下，回家了。我们是要完结了吗 ？Go。Yes. Oh yeah. 真的成功啦，而且操作非常的简单。控制界面十分人性化，一看就知道怎么驾驶，外星科技牛逼啊。哦，地球我来啦，外星外太空生活我受够，讲好像自己外面活了几十年这样子。外星人什么的太讨厌啦。咁我哋仲有几耐翻到地球啊？多久回到地球？我看看，估计这种速度的话，应该五个小时就能回去了。五个钟？哦，很久吗？你觉得？没，我都很快啊。我觉得很快啊啊！只要五个钟就可以翻到地球。只要五小时就能回到地球。很兴奋啊！很兴奋。哦，这么嗨这样子。Good ending。跟住落嚟呢五个钟就喺度晒下时间啦。五小时打发时间。嗯，约会女神这边存个档好了，反正蛮近的。怎么打发呢？只放记忆呢？要不要抽根烟？吸烟有害健康啊！还有，不要在这里抽烟好不好？很不通风。马上我哋都成功走了啦！好歹成功逃跑了。手机都唔得咯喎！就抽烟就爆炸有没有？知道啦，知道啦。一小时后。还没。好无聊啊！我哋仲有几耐到啊？还有四小时。先过咗一个钟，慢慢啲啊，倾下偈打发时间。聊聊天打发时间，现在是我们恋爱养成时间。恋爱养成时间，你想聊什么？翻去之后你想做咩咯？不如你先说说。我回去的话，第一时间当然是回家洗澡睡个大觉啊，然后睡醒出去玩打游戏。我回去后也是无家可归。昨天家里火灾，我没有地方去的。不过幸运的是，我平时自己住，没有人员伤亡。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。总之就是回去地球之后，我也不知道哪里可以去了。暂时 OK 住啊。当然没有问题呀。啊，肥宅的脸又出现了。哇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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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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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你放心，让我这一个死宅过去住。有乜嘢唔放心吗？同你一齐呢一日虽然时间唔好，跟你这一天虽然时间不长，不过我觉得你还挺靠谱的。那我就答应了。就这样决定吧。你是一个人住吗？是啊，不过家里有点乱。我也不会，有地方让我住就很感恩了。耶、yeah, ，可以去打游戏了！啊，好多零食！哇！这个是宅男梦想的另一半，有没有？你平时过的是怎样这样这么糜烂的日子啊？啊，说哇，原来没想到你是平时过得这么糜烂这样子，十级糜烂生活。反正平时都冇咩做，平时也没什么做。你来可能可以欢乐一些，多一个半这样子，因为你没有机器手背了，没关系啦，再重打就好啦，重打也是下一次直播的事情嘛。反正我一定会知道我要重打，因为结局这么多，对不对？跟我一样，我也是经常自己一个人，每天待在家里是没什么事情，都不会出门。没有到处把妹吗？这，别说把妹了，就连跟我能聊天的女生都没有，我不是吗？你是第一个。
你说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好像有点幻听。哦，系哇，不如试下同我交往啊！哇，这女生超主动的哎、欸！什么？肥仔的表情又要出现了。呜、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你我没有听错吧？你向我告白？哇哈哈！靠下去了。哈哈哈！哈啊，看来我们的宅男终究是个宅男，我们的肥仔终究是个肥仔，没有希望的。李姐爷，系咪傻噶？结局了吗？啊，躲开障碍物。超会躲的好吗？那有什么问题？我的滑鼠可是高级滑鼠啊，这个不算什么啦。你看我可以秀操作有没有？等一下，前面那颗大颗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是我们的飞船吗？哎呦，差点撞到！哇，这边有点窄，死定了！哦，没事。怎么会有星星？星之卡比哦！Oh my god！ 马上撩两滴！哦，吓我一跳！哎呦，我死了！想这种滑鼠不能操作，要坠毁了！靠，这是哪里啊？我还活着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感觉降落在某个星球上。咦，什么声音？好像是逃生舱传来的啊！对讲机。突然飞出去，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。不过我这个逃生舱好像有定位系统，你试试能不能追踪过来。哦，马上过去，感觉有救了。还以为要独自一人活在外太空生活，可以啊，哎，认识一下太空妹子也不错啦，好吧？啊，这是什么一个神展开的剧情？怎么这么的莫名其妙？接下来怎么办？拿了一个这个盖子，这什么呀？还是不要接近他好了，送他，不理我。史莱姆，转身成史莱姆。哎呀！怎么会有人类在太空一这里？难道这里有人要过来？有人来过呢？里面是空的，已经变骨灰了吧？嗯？哇，感觉不太妙。这水有毒啊！那白痴在外星那个在外太空的星球喝外太空的东西，不是早死吗？我身体在发光，而且有点舒服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史莱姆就开后宫了，有没有一大堆女生这样子，变得丑陋的外星人了。完了，就算变成这样，就是变成这样子，就算这个古环条也来了，也认不出我了。一定有什么办法变回原来的样子。再喝一口，看会不会变回原样，完全没有反应。我们跟这个史莱姆在一起好了，好不好？反正我们都是同类的嘛。你好啊，软泥怪，欢迎新朋友。朋友，这个就是那个外太空的那个，一定的啦。不然为什么变空？就是里面完全没有人啊，就是他喝过了之后，他也变这样，他从那个缝里面钻出来的啊。你是不是原来也是人类？你们好，你看我就说嘛。然后喝了那个湖的水变成这样啊！原来你也是人类啊！
对啊，只是那个水太好喝了，一喝就变这样子。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变回来？按照目前的状况来说是没办法的。啊，我不要啊！没事的，我在这里已经生活了20年了。我不要啊，终身史莱姆。哦，他来了，他来救我了。哦，基金太好了，我才不要待在这种臭地方。啊，飞走了，好悲催。那个是你朋友？对啊，他是来救我回地球的。现在马上要过去找他。原来如此，你跟我来吧。我要跟他走啊。你朋友是人类对吧？对啊，我朋友当然是人类啊。那么现在有办法让你变回人类，就是把他吃掉，你就可以变回人类了。Kiss 啊 ，Kiss， 那个我跟你刚才认识，你就要 Kiss 我？哦，不是啊，是跟你的人类朋友，只要跟人类 Kiss 就能变回人类了。哦，伸展开剧情，听起来好刺激啊！赶紧行动吧，你朋友应该降落在这个洞穴的另一边。啊，那这样子，我变回人类，然后我再 kiss 这个史莱姆，他也变回人类，我们可以一起回家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是他安全降落了。来吧，跟我 kiss， 然后我就要被烤了，是不是？只要跟我 kiss 就会变回人类了。什么声音？喂，你干嘛？还不快躲起来！为什么要躲起来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他看到你还不把你揍扁？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。现在我有个计划，你拿了这个，这些面包哥，强力胶，我在这里把风，我会一步步接近他的。你人太好了，赶快启动吧，不要犹豫了。我想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，我刚刚没按到，我这边就是回去而已啊。这边没什么东西可以回头了。等等，会不会又死一次啊？你在干嘛？你刚好把我盖这里，我刚刚随便拉的。不知道，就是觉得待会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。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是否要开始接近他？是，唱歌加跳舞。我直接。话说回来，原来他的臂力那么大。简直是头母猩猩啊！仔细想想，哪里来的木棒？仔细想想，仔细想想，是，慢慢爬行，然后变成石头，然后慢慢爬行会被敲，快速接近。接近到脚下了，使用粘着剂啊，不使用会怎样？粘，他不能动了。不是啊，重点是我史莱姆怎么使用粘着剂？我有手吗？怎么了？失去平衡了！啊哈哈哈哈！机会来啦！我准备好献上我的吻了。哎呦，是哦，这就是跟女生 kiss 的感觉吗？实在是太棒了，在嗨三小，有哦，变了哦，哇，回来啦！哇，这么中二哦，想念我吗？应该先暴打一顿吧。雷凡来，雷凡来，翻咩嚟啊？你回来了，你回什么来？我同你讲啊，我头先唔小心食到只核突嘢啊，那就是我啊，简直想呕啊！跟住嗰只核突嘢即刻就唔见咗咯，马上不见了。俾我再见到佢，我肯定揼扁佢。看来是不要告诉他真相好了。那不如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。飞船坠毁。哇，尴尬了，撞到了一个奇怪的塔口，这是什么情况？
就是我降落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一头怪物了，然后就飞船坏了，动不了，完了，要永远住在这里了。我都唔知点，对唔住。而且刚好这边有空气，我们不会死哎、欸。难道我们回不去地球了吗？真的，永远住在这里了。现在说对不起也没有用了。呜呼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什么办法？其实呢个飞船入边仲有一个逃生，还有一个逃生装置，即系你之前唔小心启动嗰个。不过只能一个人。不过得翻一个人可以翻去，装不下两个人。这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得翻一个人可以翻去。第二个结局。当然是我自己回去啦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我是快乐的小喇叭，终于能够飞回家了。回去找上好朋友，玩玩游戏，看电影，女朋友什么的算了吧。女朋友再早就有了，和乐融融也，哈哈哈哈哈，好爽啊、哦，超爽的。再看一次。系啊，得翻一个人。你回去吧，我留在这里。你不是一直很想回去吗？其实我留在这里没什么位。咁多谢喎。那谢谢了。哦，好干脆啊，换我站在原地啊。看着这个星空，他的身影像是一颗倒放的流星。如果可以许愿。我希望坐在里面的人是我，好烦哦！他快乐的回家了。我们现在收集好多好多结局哦。哇，那这边的话就已经进入了死胡同了。得翻一个人可以翻去。对，这里真的已经就是 死路了。然后如果我们读刚刚的这一篇的话，外星人这一篇，我们不要把它盖住，我们就不要把它盖住，我们直接前进，然后慢慢爬行，变成石头，再来是快速接近。我觉得这个外星人应该是会，应该是会阴我吧。可以了啊，完了，我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了。这个吻会被他抢走。你看，我就知道，这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你出卖我？抱歉了，小兄弟。坠入爱河，这个也太靠北了吧！对方不仅又高又帅，还有胸肌，完全一见钟情。我只能在旁静静观赏这一幕。明明那个人应该是我才对。啊！笑死。怎么办？可是我现在记录档，我现在记录档有点乱呢、欸。我看一下我们玩几个结局去了，好不好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还有好多，我们十三个结局哎、欸。好，这边要稍微再玩一下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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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有点不是很好闪，完了死定了，完了这一局有点不太行，尽量能撑就撑。Oh my god， 一哭哟，一哭，哦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啊西。
吧，这也算一个结局啊。好啦，算了，当一个结局好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不喝水没办法结局哦。好吧，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了。我们下一次重开一局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再看看有没有别的结局。我们这次已经玩了将近一半的结局了吧？对啊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关个台吧，10:20了。